Hello, Funday 的各位粉丝们，我是 WBN 李维。首先，今天是元宵节，所以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呢？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有趣的英语学习方法，因为有时候讲到学习英文，大家是不是会紧张呢？那同时我们要先提醒大家，我们研习营课程报名时间只到3月5号哦。So, with so many classes to choose from, it's time for you to step up your English game. 那这里我们也看到有写出好书信、英语聊天室、看电影学英文，还有迪士尼练习发音。那我们今天就针对两个课程来做介绍。一，迪士尼是不是都是我们大家的童年呢？那第二， Who doesn't love a good movie? 那现在就跟我们 WBN 一起看下去， Let's go!这堂课主要是让 A1 的学生可以练习基础听力、拼读能力，就是所谓的 phonics， 还有练习简单的发音。我会用迪士尼歌曲，是因为我发现对 A1 的同学来说，流行歌、电影或是美剧相对来说用词会比较难，速度也会比较快。迪士尼歌曲对他们来说比较好吸收，也比较有趣。那我选的电影或是歌曲基本上也是大部分的人都会看过的。In my workshops,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and they will learn different accents, British and American accent. Then they will learn phrasal verbs, slang and colloquial English through watching movies in a given context.看完了我们这些有趣的课程，你们以为就结束了吗？娱乐中学习英语既简单又有趣。那如果没有时间呢，或是无法参加我们培训营的学员，其实我们 Funday 英语平台就有类似的功能。那现在就让小编来操作给大家看。首先登入我们 Funday 官网，点选数位学堂，进入看影片学英语，选择自己想配音的电影，点选配音挑战，选择自己想配的角色，就能开始配音咯。除了配音，我们还有练唱歌功能，一样在我们的数位学堂，点选歌唱学英语，选择自己想要唱的歌，点选开始欢唱，就能开唱咯。看到我们这么多的有趣功能，大家是不是自己也想要试试看呢？那我们 Funday 英语教育是提供了多元素材的学习英语平台，打破传统的填鸭式学习法。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为大家开箱 Funday 的一些各种服务。那希望大家可以趁机利用我们24小时不打烊的线上学习平台，享受学习英语的魅力。那我是 WBN， 我们就下次见。